安托金第一生你来吼，办餐饮业员嘛是咱虎背山脉的荣誉职位。今天由我们总干事沈清义理事长，谢谢。感谢感谢咱淡水钓鱼啊，竹林慈贤宫哦，上进哦，感恩谢谢。来辛苦哦，谢谢。叫咱主人家永远精神，进度完全啦。
竹林慈贤宫，咱的诸位是咱新北市议员蔡英文先生，咱蔡其祥议员嘛是咱虎尾三马荣誉主委哈。他已经因为咱带咱很多兄弟哈，去金门，还有我们这个彰平、泉州这边进香，所以哈，今仔日咱这慈贤宫由咱总干事沈清玉里长哦带队哈，感谢咱婆婆小哥，感谢咱这个行政团哦来站定，谢谢。旁边一点了哈，来来。
边的人哦，到旁边一点，到旁边一点哦。Thank you.